OK 梁马路的第一个新年，我们全部人呢都穿上了一样的衣服，是凯宾画的。哇，你跟妈妈爸爸穿情侣装咧，耶、yeah, 给大家看这么俗气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，穿全部人一样，你看全部人都一样耶，全部人都一样，全部人都一样，就是影迪拉要的这个主意。来手抱我们同事们 no, 来出钱买，你看都没有爱心。 Why you not wearing? 少一点。各位新年明年可以考虑全部人穿一样，其实看了很好笑一下。他的小天使，爸爸的小天使。本来要烤三层肉要用这个，直接用这个可以蒸也可以烤的这个 Most 这个 Bravo Chef。 喂，哇，各位，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带梁马路回家过年，然后呢也是尹提拉呢第一次见到我所有的亲戚。其实我有一个大家庭的。我第一次哦 ，Hello。那一次哦，是我洗碗洗了几个小时。谁？谁嗨 ？Hello。哥哥。Hello。谁嗨？这是全部是姐姐呢，狗狗姐姐。姐姐，狗狗姐姐了，是狗狗姐姐啊。最小的是这个啊，你说最小的堂的堂姐堂妹啊，姐哈，堂妹堂哥，啊堂哥 ，Hello， 嗨，嗨，对，谁的这个？明伟啊，明伟啊，哇，明伟啊，哇，这谁？哇，哎，你也是救到命哎，来，坐，你看哎。我们家族的人全部是这样单眼皮，我以前也是单眼皮的。来看，破例的破例。那你看到吗？哎，两个救到的，一个，这个、两个。抹头。哎，我们现在打破我们家的那个诅咒啊！哇！来看这个还没有，这个也是单眼皮的。也是抹头。那爸爸，我的堂哥，你在那边，哥。走。然后我你看我以前眼睛还比他们小。对、哦，眼睛还比他们小。不要给我看以前的照片，你看你。啊，没事没事。你说的。你看到没？他裤袋再大，甩红包都不可以放掉。钱是钱，裤是裤，绝对不能放。红包绝对不可以放。你讲你认不出几个来这里啊？我都跟你讲认不出来好了。你看，比我都跟你讲，你不认识他们了。这个是我的大堂哥，他的弟弟，我的堂弟。这个是他女儿，然后认不出来，是不是？没有看过，三年吗？都没有看过，很大，我都认不出他们了。你给婆婆红包啊？哇，给婆婆红包。来，爷爷来了。哇，爷爷跟你穿同一色的颜色嘞，猪肝红，哇，穿到几帅呀、啊！有没有人可以唱？学考的这样子，还不认识，不认识就是学考，他不可能。今年我们也是叫了弄弄车，不过下大雨啊，七点就有哇。来了，第一次拿红包，爷爷奶奶的红包，哇！话啦，我回去 check 不够呢，我就给了两个老阿勾哩。我们给红包一次一次的。耶、yeah ！来，明。哇，大红包！谢谢。身体健康。谢谢。身体健康最重要啊！谢谢。开心包春。哇，有前途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健健康康，身体健康最重要。耶、yeah ！先。哈哈。体健康，开开心心。是。哇，我还没有结婚。那他们是结了的孩子。
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结婚了，他结婚了，他结婚了。没有。大声讲，你会记得乱吗？你讲，你唱完全部啊。有，你记得不记得、啊？是啊，我记得亲戚我都不记得。来，你要给一个。像大字还有一次呢。你要问我们，怎么我们这样多人，他问我们怎么没有开盘？那我们21点吗？可是哦，你看哦，我就讲我们家族哦，我的辈分是属于中的，然后还有更小的嘛，然后大的那些表哥以前都是他们读的，我们跟他们差整10岁这样，就没有一起读了，8岁10岁差很远的嘛，成长过程这样就没有读了，所以我们就没有读，只是聊天吧，你就要讲差哦。差。哇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终于好像多一点人了，好不好？哇，真的是哇，热闹。离开过，凝聚力稍微就少一点，所以之前是可以70个人的，现在可能最多来到30-40个就很好了。这个是我的表侄儿，台湾，你几岁哦？28。你要叫什么？表舅。啊，姑，爸爸问你，她是她的姐姐，我姑像你妈妈吗？像哦，等一下我要跟他拍照哎，阿妈啊！来，我们宝贝睡了3个小时的午觉，是不止啊！全部人一直问他你在哪里，全部人在问你你在哪里，你在哪里，你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去外婆家喽。我们玩一次再来都还有。耶、yeah ！哇！哇！What a mess！ 新年快乐！恭喜！洋包红包。恭喜！刚哥拿红包。恭喜你啊、但讲一个吉祥话才可以拿红包哎，要讲吉祥话，要讲，你也是可以，青春美丽，安迪也是可以，安迪也是可以，来讲一个吉祥话，成语考试 ，No too simple，Give me a 成语，快点，莎莎可以成语，你的青春美丽。还有谁 ？OK， 过，一个恭喜的问。OK， 哇！没有，你要讲一个别的。哇，还讲完了，你好 ，full package。所以我没有给啊。OK， 完全忽视啊。Hey then， say a good word， say 安，恭喜。啊，恭喜你呀！哇，岳母的厨艺可以吗？岳母，哎呦，很厉害，这样会写。哇，好料。谢谢。那你的料。是一个特别的体验，农历新年吃印度餐。首先，姐姐讲恭喜。恭喜。厉害。恭喜！妈妈快乐，恭喜！什么？身体健康，没有抱抱啊！身体，谢谢你，身体健康。OK， 还有，排队，长命百岁，还有，长命百岁。杨天，恭喜！抱抱对吗？
抱抱先。没有抱抱我就不要给。哎呀，来，这个不是你的，是你的。好，身体健康，好，来，妈妈手，来，妈妈手，不要开。